有个臭宝说的话一，老是浇水呢会导致什么盆土缺氧闷根子了那了的，那我浇水的时候加点过氧化氢，让它水里边分解氧气能不能行？你养过鱼吗？你给它弄个增氧泵行不行？去医院弄个氧气瓶行不行？咱们第一时间不论是养什么花，咱们用盆让它透气能不能行？用土让它松软或者透气能不能行？啊？你搞那花里胡哨的，损色！你瞅你，你爸爸啥呀？瞅那损色！养个花而已，你只要正常的，就老花一的通用喷完土来说，你正常用，再用很一般的，只要排水透气的花盆，就 OK 的，就基本 OK 的，行吗？希望花友们不要把那个养花当成一种累赘。如果说养花让你感觉到痛苦，那就养别的，行吗？好了，别的没啥，别不着急，点个赞，加我们的识别留言，我老花一，养花最愿意，拜。嗨，嘿嘿嘿嘿。